段落大学广场吉利产业集团另一项成功的发展项目，即将在今年8月份拿到 CCC 绿火纸，面向余宝红土康高速公路大路旁，位于段落国有大学隔壁，附近备有所有设施，包括购物广场及快餐店，现在购买还能享有优惠配套。段落大学广场由吉利产业集团精心打造，52应某综合性发展项目，自去年推展以来，获得非常优越的销售业绩。优良地点、精美设计、齐全的设施便利，就是段落大学广场的特别之处。段落大学广场的2层楼商业店铺，面向红土康高速公路大路旁，是最佳的商业投资。段落大学广场，优良地点，精美设计，设施齐全，品质保证。1层毗连楼域，1层半毗连楼域，最畅销的2层毗连楼域，只需付优惠1层楼域的售价。宽阔实用，特高天花板，竞选瓷砖的厨房设计。段落大学广场备有2个青绿及配备齐全的大草场，备有跑步径、儿童游乐场、健身站及其他设施，提供一个舒适及健康的生活环境。不要错过这项特别优惠，1层楼域的价格228千，只需付100令吉的定金，就能买到4间卧室的2层毗连楼域，额外18千的回扣，让你支付律师费和印花税。2层楼商业店铺，红土康高速公路大路旁，国有大学隔壁，享有98840的大折扣，折后售价448千，免费律师费和印花税，无需首期付款。这么好的大优惠，自己买下来总比租贷来得更划算。欢迎到来段落大学广场销售处，每天由早上9点至下午6点都有开放。您也可以拨019-701-2222询问详情，谢谢。